那我白走一趟了，我还好想说可以从那边走，看样子要往回走了，不开心。刚刚我是直接穿墙是吧？哦，算了算了算了，我已经卡了，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走了。我刚刚以为那个上面是可以直接滑过去，然后原来是滑到下面来啊，不够上去吧？算了，我不走那里了啦。我有睡觉啦，我大概睡多久啊？睡了6-7个小时吧。之前一句林北没有白养你的，就开始注意老头，实在太好笑。林北没有白养你，所以说你是从 FB 那边过来的观众啊，哎，不错啊。其实我没有想过那一部会这样爆红，哎，这真的是有点让我小讶异，一切都是意外啊。当初只是纯粹玩玩游戏，没想太多。哇，你靠北三小。灵魂出现了、啊，我的孩子，你还能看见吗？求你了，不要吓我。他叫做无眼、欸、没有眼睛的家伙。啊，睁眼眼睛就无法入眠，小宝贝还在呼吸就无法进入梦，小宝贝，宝贝儿，你睡着的时候说些令人讨厌的事情，你的小爪四处又捞又缠。我真爱的孩子，有个怪物在黑暗中向我们来了，你会为我唱歌吗？哎呦，挑战哦！来，单挑了。怎么感觉有点诡异啊？好好恐怖的感觉哦。So cool，哎，为什么我的攻击会有延迟？有恐怖的感觉，不割血好了。哎，这些灵魂不能攻击耶。而且这个好像是个母亲大人的感觉。母亲大人，把他打到墙壁打，感觉效率比较高。会死啊！大大不要会死啊！这些灵魂好讨厌啊！阿嬤不要阿嬤，阿嬤挂了，阿嬤一个接着一个，他们的眼睛终于闭上了。我能感受到温暖的寂静降临在我们身上。对不起，我曾经那么害怕你，你总是保护我们，即使我们看不到你。请带我们走吧，去一个光芒不能打扰我们的地方，一个没有梦的地方。拜托了，他去了，好难闪了、哦，我也这么觉得。老头，女朋友就可以叫老板。我没有女朋友。用石头雕刻的脸，所以说打爆他就只是给我们精髓，没了。好，我们可以走了。最右边好像也都去过了，然后没错，我们可以离开了。这 game 的歌声也太恐怖了吧？对啊，应该不是说这 game 啊，是。刚刚那个场景还蛮诡异的，就是不要迷路了。老头因为没女友买早餐。对呀、啊，终于回来了。现在那么多钱，该买了，该买了。把插槽全部买光光。耶，买完了，这什么东西？我的祝福，这是一个特殊商品，只卖给我一样喜欢护符的人。一旦你拥有36个，我会很愿意把你卖给他。我还需要11个。マリバウソ。
我手，气死了！失败斗士赢了吗？赢了啊！失败斗士我打赢了。我也说我现在可以装多装一点了。聚集力量变快，受伤获得灵魂，任性的指南针。我现在多两个，沉重打击，哎，快速劈卡，增加范围，这个不错。我们现在只有两个人，有点吵。休息时保有被生命你报复的，可以防止少量的伤害。快速凝聚，我觉得到时候可以来弄个快速凝聚。防御者文章，这个我没装啊，哦，增加灵魂量啊，啊，较长的时间。我觉得好吵。王者之怒，快死的时候可以那个修手。这个我有了。这个是增加范围的。那我觉得我应该会把这个拿下来，装这个上去。耶、yeah! ，变大了！他在逼你把护符集满。对啊，我还差多少？我真的果然差11个哎、欸，一二三四五。对啊，故意的。我试着去这个啸风崖好了。啊不，试着去啸风崖，真假的有点卡、啊。难道说今天不适合直播吗？如果今天不适合，我觉得我今天就开到这里为止啦。哈哈哈。为什么会卡呢？看一下为什么会卡。我明明速率就没有调很高啊。我觉得像一切都很正常啊，而且我还刻意降4000的 KB 呢。平常我开都开10000以上，这一次特地降个4000 K， 你们却说卡、啊，哦，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今天算你便宜你还嫌贵，平常我都卖很贵的价格给你都不会吵了，然后呢，我现在卖很便宜的价格，你居然给我讲贵那种感觉。我看那个频道的那个连线品质也没这么糟啊，是处于一个绿色线条的状态啊，那代表是它很正常啊，代表说很正常啊。来啊，打王哦，鞠躬吧，挑战，好好笑声音哦。念经啊、哦！哦，二段二段，哈哈哈哈！哦，这次直接三次了，哦，对。哈哈哈！哦，好像狗、哦。伟大的心灵，痛苦吧，升华吧，扬升吧，无奈，无奈，无奈。太好了，吸收之力。对，耶、yeah。被我吸收了，嫩。
吓我一跳。然后投了女友跟电脑掉进水里，你会救哪一个、啊？但是救女友啊，电脑可以再买啊，女友只有一个哎、欸，我又不是傻的，是吧？我又不是傻的。安安各位早，这边的路看起来不是很好走。我不知道往最左边飞会怎么样，还蛮好奇的。哎呦喂啊！这边的地图已经买过了嘛，所以说不太需要了。你说真的，这边都来过了、啊，我只是想要再来这边找一些蛛丝马迹而已啊。这里是可以到哪？琼尼的安息地，哪里个？等一下，这里我之前来过嘛，对不对？然后好像少了什么东西不能过来，是不是？有点忘了，没关系，再来一次，反正今天时间多。啊！不要不要！老大不要！啊！我都打不完了哦。玩很久了吗？还好哎、欸。抱歉太晚来看。不会啊，你要来看就来看啊，对不对？真的不勉强。我记得我自己好像之前来过嘛，对不对？我觉得我这段要剪掉了。哎，灵魂出现了，可以跟灵魂讲话了。琼尼，啊，我看到你拥有我的祝福，我想起来。想不起来何时送的，我的记忆有点衰退了，不能单挑，只好把你吃了，变成我的精髓的一部分吧。太好了，786，这么多的精髓。好，我们可以回去了。老头，你的女友，你的手，你知道的太多了。这个必须啊，这个必须好好的啊，稍微啊，你也知道了，我这边可以走啊，这样我就省了不少时间回来了。哎、欸，安安你好，我、哦、有按到吓一跳，快来想一下接下来怎么过啊。决定了，我往这边飞。哇，不给过！让我过去。这个是最外围哎、欸。哇，原来我都到这里来了。哎、欸，这什么？国王雕像。哇，我来到废墟的最外围、欸。酷啊！打一下这个好了。哎，哎哎哎哎哎，这是什么？高等之物。这些话是单独说给你听的。这片荒凉平原延伸至边无际。境外再无世界，
那些愚蠢想穿越这片虚空的虫势必付出代价，并被撤回这个王国赐予的珍贵心灵。阿内啊，是啊，是啊，啊是啊，我等下再回来，我先把那个啊长得像睾丸的这个全部收集一遍啊，先解一下前面的嘛，一步一步慢慢来哈。也太多了吧，应该是没了，剩这边。哇，想不到这么多哎、欸。还有啊，哎，老头形容都有点怪啊，啊，有吗？没有吧，我很震惊呢，真的是哦，哪里又很奇怪？我刚刚说了什么吗？我不记得了。没了吗？这边还有。十几次了，我不知道哎、欸。刚刚到现在都还没死掉过。哎、欸、哎、欸，不要死。还没结束啊、喔。太多了吧。看来是还有的。还有哎、欸，在哪里啊？剩下的在哪边？这边一个，好、哦，这边一个，还没完 ，Go， 太多了。不会是这里？我几岁啊？18岁啊。希望聊天室的平均年龄能提升。其实年龄不是问题啦，主要是心智的年龄。那个也是有那种老屁孩的啊。啊，你就算说平均年龄上升，心智年龄不上升也没有用啊，是吧？我已经找不到了、欸，好多钱哦、喔，4300还好吧？搞完快点！没吃这么多睾丸干嘛啊？好烦啊！我又吃不了这么多，真不知道还哪里有哎、欸，我到随便找了，我就在随便的一个地方就看见了，搞不好在这里也说不定啊。最右边，嘿，没有，老头，我用我朋友玩虚空啊，是啊。很好哦，嗯，很好，很好，非常好。看来我知道下来了，捡个东西再说。流浪者日记啊，就是为了捡个流浪者日记呢，把这道门给打破，太好了。是找不到啊？难不成是最上面？没有，有可能欸，有可能是最上面哦、喔，这里没有啊？我不知道剩几个啊，他没有，他不会给你数量显示，就是你要全部都找到就对了。有去过关岛吗？没有哎、欸，该不会在这里吧？啊，最左边也没有。我被糊弄了。老头，你觉得自己很帅吗？我觉得我还蛮帅的啊。不用问了吧，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不是吗？呵呵，试着往左边看，好哦。我看一下左边，
我要怎么往左边看啊？我往左边看是往左走哎、欸。啊，在炸！就这么的一颗，我居然没有看见。我眼脱啦！为什么我眼脱成这么严重了？眼睛业障重啊！所以说我这个解完了，那个房间也没东西了，所以说这里真的什么也没有了。安安你好，各位早。啊，这边是打大便虫的地方，我了我了，靠药三小啦，看我被吓到了。你居然没事啊！妈妈，哈哈！哦，妈妈，哈哈！又是你，很高兴看见你。不不，拜托，什么话都别说，我必须对之前的行为道歉，完全是我的错。我误把当你当成没有心灵的鬼虫空壳了，但是你以崇高的骑士精神击败了我。哦，原来还有其他虫啊！啊，原来你还活着！哈哈！为了 blast 活活。我的妈妈，哈哈！嗯哼，入门啊！咦哈哈哈！咦哈哈！笑哎，真正是笑哎！哇哈还没把右手追到手啊！那刚二，干右手不用追啊，自己就出现了。何需要右手这种东西呢？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右手啊！哎、欸，对耶，我们还有上面没有去耶。来来来，既然都到这里来了，我们试着往上面走看看。老头是 gay 吗？不是。这里就上不去了。哎、欸，有这边可以上来。哇，好险，好险！现在用了 R20 之后呢，每次都考试考100分。太好了吧！你超卡的、哦，那代表说你的手机网络不够力啊，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你的一些种种的电脑配备问题不够。哎、欸，原来是这里是这样子上去的、哦，那我来这边干嘛？我以为那是有隐藏的路可以走说。看来是被骗了。对啊，这是直接走到这上面来啊。好像到了这里之后还可以卖东西说，等下再说好了。实况组当多久了、哦？一年多左右了吧？一年半的时间。总 total 一年半。左边了，这边吧。然后要选择往下走，哎、欸，不对啊，这是强制要我往上哎、欸，呀、啊，一直卡关，好烦啊！这边吧，没有错，从这里下去。黑暗光明什么时候出我不知道哎、欸，因为说真的，也不知道黑暗光明要出什么啦。大部分就是出
驯服那些奇怪奇幻生物吧，不然就没了。哎，八路，反正呢，到时候呢可能会变直播吧，因为我觉得直播才有比较能够玩到一些什么啊。用预录的方式，你的前期作业需要耗太多东西了，我就觉得还蛮麻烦的。可以冲了，好，太好了，就是要这样过去。那我来看看这里有什么。嗯哼，为什么那边当初过不去呢？对啊，最右边那两坨是怎样？过不去，还是另有隐情呢？让我们继续看下去。一个在最下面，一个在最上，这里是不是？哎、欸，对啊，这里之前都没办法过哈，只有在战斗证明自己的荣耀。等一下，等一下，这个不是竞技场吧？这是哪里啊？哇，怎么那么多钱？越来越远了、欸，哈、啊，这里又过不去了，太好了，哎、欸，成功了，价格还是掉下去了，哈哈哈，等一下这个怎么过？我刚刚是怎么做到的啊？哎、欸，不可能的任务啊，有点难哦。1000万订阅太夸张了吧？屁的！算了，我不要了。可能要从别的地方过去吧。太小儿科了，你们！凭你们这样想打倒我？好啦，你们可能打倒我。差点打倒我！所以说把我关起来，到底是干嘛？把我关起来用一只耳塞。我觉得这里应该……哦，这边应该是拿来拿技能的。我有预感，这边应该是拿来，这边应该是用来拿技能的一个，我就知道。就是来拿技能的啦，伊斯玛之类。哦哦，成功了！我终于知道接下来要怎么过了。哈哈，我终于不会受伤了，太好了，是吧？不会再受伤了，我可以去很多遥远的地方了。救了一只。哦，刚刚那边过不了，就走这边过去嘛。哎呀，太好了，可以泡温泉了，真的。终于拿到我们这些永远没有办法过去的这个地形的地方了。聊天室 GG 啊，谢谢，谢谢你们。告诉我，聊天室 GG 了。好，回来了。我真的超讨厌这种虫子的，一直途径就好啦，烦死了。最右边我们没有去过，对不对？
靠北啊。安安你好，回来了。哇，这里好安静哦，好恐怖哦，像是要发生什么事一样。哎、欸，是你哎、欸，妹子，妹子，我想你啊，妹子，该不要再跟你打一次了吧，妹子？妹子这样不优哦，妹子，怎么可以这样逃走呢？妹子这样不优啊，真的要打起来了。所以你还要继续追查更深的真相吗？那不是弱者所能承受的哦，真的要打起来了。妹子不要啊，证明你准备好面对他了，我就不会阻拦你。我的极真为致命，好，我的真极为致命，而且我不会对弱者死感到悲伤的。来啊，单挑啊！哎，妈妈笑，又打第二次了。好，阿迪咯，抱歉，我要死了，救命，谁来救我？哇哇哇哇哇哇哇！看来你不是好惹的。我死了，再救我！哈！哈！哈！修！他说很热。修！你咖喱！修！修！哦呦喂啊！哎，他招式跟之前一样没变哎、欸。跟之前一样没变。又死了。Fuck！ 母老虎。20重置版。好，你找到了、啊，恭喜你了。然后呢，很恭喜我要重走了。好远啊！十八路。他哪来的？笑。重走时间，搞不好打爆他就可以拿黑冲了，也说不定哦。那我要拿黑冲。See you, got it。这是拿黑冲的地方。我们还要再往上走。这里可以给往上走吗？不行。他讲啥我也不知道哎、欸。老头养过狗吗？有啊，以前养过啊。年轻的时候养过狗狗，现在还蛮想要养狗的说，因为觉得孤单寂寞，想要养狗。好了，终于，等一下，这边有个站牌，上面写有椅子，是这里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先找个椅子坐。哦，真的有椅子，《流浪者日记》。那我们就在这边啦、啊，太好了，打不赢我们直接从那边过去嘛，是吧？啊，也不知道从这边过去嘛，非常好。这样就不用绕那么远的路了。老头，你的钱怎么没有了？因为我刚死掉啊，死掉钱都没了、啊。你要必须找回你原本的灵魂啊，才有办法拿回你的钱。我刚死掉啊，死掉会没有钱啊，在这里有没有？好了，钱都拿回来了，有没有看见？加了5000多块钱，再来打一次，我不相信会输。干了吗？干了吗？修！
小哈哎咖喱哈哈哈哎呀呀呀呀呀不要不要不要哎低了不要撞我来趁现在补一下血啊抱歉笑嘿嘿嘿哎呦哎呦防不胜防他招式还蛮快的一个判定错误就会被他弄到新招式新招式很强很行殊不知我居然闪过了我这就无下血哈抱歉抱歉行呢强啊！只要你想做，你一定办得到的。但知道了他悲剧的行程，了解了自己之后，你还能举起你的钉剑吗？放手去做吧，圣朝的鬼魂，前进吧！啊，把那枚印记烙在你的壳上吧，自封为王吧！我要走了、欸，科科。所以我哪时候才可以学黑冲？哦，这里是哪里？哦 ，King 王国王印记，圣朝将承认新的统治者，王国的大门将通行无阻。我大概知道是哪里通行无阻了。我现在是已经是这个圣朝的王了，然后呢，有很多地方的大门已经开启了，是吧？我要离开这里了，这里要崩塌了。大哥，你这个塌的也不行，我该不会死了吧？啊？啊？人呢？哦，被救出来了。哇，这么好，把我救出来哎！又甘心哦，我们拿到新的东西。啊，梦丁剑。然后这两招，我们的黑冲还是没有学到啊。我学到黑冲吗？啊，王的印记，就是那里可以拿黑冲，哪里啊？我现在没有黑冲啊。说就是那里可以拿黑冲。哦，黑冲在地图的最右边，最右边。嘟嘟嘟，到了，就是这里了。终于可以过那该死的地方了，实在是太好了。就是你了，终于啊，我来啦！我终于来啦！啊，不怕摔了。哎、欸，居然这里有这个，弄一下啦！哦，好像数量也还好，不多哎、大喷喷！结束了吧？哎，还有哪里啊？哎，居然还有漏网之鱼哎！
这边没了吧？有，没了，没了，没了。迷雾洞穴有毒包子导师，啊，知道了，知道了。会放电的水母哥，这里什么都看不见。我们选择往上走看看好了，因为这里没有地图。被感染的十字路口。为什么我从这里出现啊？哇哦，酷哦！为什么？也太酷了吧！原来这里是暗巷啊，走错边了，要往下走才对吧？哎，被电了，电屁啊！应该等下打完了。哇，那个原来会爆炸，哥哥，哥哥各种危险呢，爆裂物啊，我死定了。这个也是难搞，啊，算了，直接下去就好了，我担心什么 ？Hello， 路过的哦。精疲力尽。好累啊，他们很累，我也有点累，说真的。完了，我永远不知道我自己在哪里了。啊，干，这要黑冲啦，大哥。真是的，等下这个也要黑冲，那、啊、我要怎么过？对，走这里。我先找这个人买一下这个地图好了，烦死了。150块，可以的。到底长什么样子啊？哎、欸，我看到了、欸，原来在更底层啊、喔！哎呀，原来如此。所以说，我们要怎么走呢？我们要更下去一点了，那要去王国边境地。王国边境地啊，再想办法吧。不对啊。哦，还没到了，抱歉。好想赢韩国，你现在是什么情形？跑错棚了，哥哥。好想赢韩国。就是这里啊，以我现在的身手，过得了吗？应该是可以吧，我觉得。阿月真的好严格啊。好，要去睡觉，晚安。我等一下可能要休息，今天还蛮累的，说真的。我不要打大水母哈，他那个炸弹会炸死人啊，我不是白痴。我已经被炸死过了。好了，到了，到了，到了，就是你。那个王国难道不是充满了惊喜吗？酸湖之上竟然有一栋建筑物。话虽如此，这个景象让我不禁感到熟悉，有东西在我们脑海里浮现。但我就说不上来是什么，
我以为是我探索的欲望来带我来到了这里，现在看来似乎有别的原因，这栋建筑在召唤我。是谁牵引到我这里来？这是他的心里话。来吧，打入梦者，这很难不盖你，真的假的？试看吧。我不相信，导师的档案是……哇，一堆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啊，这里有没有椅子让我记录一下？记录一下啊，有有有，太好了。这样子我就可以适时的配装备来打看看了，如果打不过的话啦。对啊，我有用技能了，我已经拿到了。别闹了，大哥，一直放电就饱了。啊，不是要打吗？怎么现在还有关卡要走啊？啊，真的是很不亲民欸。这边有什么？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等一下，我为什么要承受这些电击呢？欸？不要！调查一下。哇，你的弓箭看无，所以说到底在哪里啊？老头应该很累哦，对啊，蛮累的。哦，是这里啊！我靠，居然是大水母来着的、啊！奇怪，你不是入梦者啊，你是 BOSS 啊！呜，要死啦！原来不是打入梦者啊！不知道怎么打、啊，我要死掉了。卡马图梅，卡米纳图梅，卡萨，卡萨，哦，碎哦，哦，碎哦，原来他会帮忙哦。干你老师，我死掉了。我觉得不难打、啊。我们现在只要闪就好了，对不对？对对对，我们只要闪就好了。我就等那个家伙帮忙我敲他就好了。加油！哎，帮我推屁啊！推屁啊！就这样，趁现在。加沙！哎呀呀呀呀！哎、欸，快点弄他、啊！我以为你在弄他。你有事吗？我要先补血，比较实在啊。原来他不是马上弄啊。八七，卡萨，卡萨，来不及啊！哦，快点再弄他一次，快点！别让哥等太久啊！卡萨！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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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不让我回血，冲人小。卡萨！不让我补血，算你狠。完了要死了。卡萨，卡萨，卡
杀！人补一格，太好了。哎呀呀！喂，皮塔神剑战，那。有没有奖励啊？看来是没有的。嗯，合作无间过关了。这里到底有什么？哇，好酷哦！调查。装满电光碟的培养槽，然后有一堆看不懂的英文字。好的，所以我说这可以干嘛？他扁掉的时候打两三下，已经被我打死了。呵，我靠，超级大水母！不是，这不是水母。超级大管官，弄不掉的管官，你可以，先调查一下，来打破你。Hello， 你在这里啊？他也在呼唤你吗？我发现了，啊，绝对不是巧合。卡拉玛，导师自愿成了封印者。哦，那我可以把他打爆呼唤他，哎，他把秘密脱下来嘞。哎，唤醒了！原来最后一个入梦者在他身上啊！你犹豫了，是他选择了变革，不是我。他知道你会做什么，似乎也希望你这么做。哎呀！哎呀！我要把他唤醒了。哦，终于，来吧，宝贝，最后一只入梦者了，吸收你，好，那这样子黑槽就打开了啊。要破了，或许吧，或许破了，有没有？这个最后一个黑槽面具破了，哇！封印终于解开了、欸，他们现在就是要，现在我就是解开封印，要去打那个里面的虚空骑士啊，哦，最后一个枷锁解开了，结束了。夫人的生命之火已经熄灭了。好，那我得走了。最后的王很强啊，没关系。看一下这里有什么。毛毛虫，我不知道、欸，等一下回去看一下才会知道、喔。毛毛虫要回去再看一下才知道。这是刚打王的那个点嘛，对不对？然后最左边，左边还没去过哎，是吧？我现在是被困在档案室里面。有两个结局，我知道啊。我觉得等一下我们先回去看情况吧。如果还需要做更多事情的话，我就先关台休息吧。今天有点累啊，说真的。
们还在啊。这些水母还在、欸。冰宫水上漂，试着先往最左边走吧。这边貌似有一只的样子，我刚才听到声音了，我要去拯救它。下次啊、喔，下次应该就会破了啦。我听到声音了，我来救你了，宝贝，您在哪里啊？应该是最后一只了吧？我想办法回去了啦，累，右下角显示有多重的存在。哎，先走这里看一下好了。这里是在走哪里的、啊？这里没有写任何的目的地。真菌之地的话，这边哦，直接接往皇后站哦。皇后站的话，左下角那颗到底是干嘛的？一个绿，一个那个颜色，我有点忘记那是什么东西了。不过那个是已经探索过了啦，没查。告别。这边就不能跳了。对啊，累累的，有点累了，说真的。大小。王后花园。哇，新的地区耶，酷哦！新的地区，这边要黑冲，啊，什么拢要黑冲就罢啊，是无？每天都要黑冲就饱了，搞不好这一次来拿黑冲的。快点给我黑冲，快点！我突然又到了迷雾峡谷啊！找不到黑冲在哪里学啊？我还没学到黑冲，我还没学到黑冲。我正在找。该不会这边黑冲吧？是这个是不是？啊，烂死了，哪有烂东西啊？迷路了，迷路了，挂在这里是吧？没有黑冲，黑冲，你在哪里？黑冲，老头不理我们的嘛？那我不理你啊，别无影呢。啊，如果玩个游戏都要每个都要理的话，啊，我不就不用玩了，跟你们聊天就好啦，游戏也不用动了。哎、欸，我回来了、欸，原来从这里啊、喔。哦，原来这是回来的路，我知道了。